感谢你们啊，感谢野钓大师，也感谢你们的支持。你们没关注我的，关注一下我。我们这边有钓鱼比赛的，我都会给你们过去现场直播的哈。我们现在对头的是第三人的第一架，那么第一架是有请我们阳刚127号队王进国的88号在唱歌的队。我今天的心跳感觉稍微好一点，没有昨天手抖的厉害。我们这个是乡村斗牛，是不用门票的啊。小坎呢？还没有啊，应该是，反正就是这几场。马上了啊！不辛苦啊！其实喜欢看斗牛的很多，但是讲究的人很少。觉得我希望我们不管是在哪个村庄，都希望大家。怎么还算输赢？就是谁跑谁就输了，谁跑谁就输，谁跑两个都没有跑到时间，拉脚就是双方取胜。现在我们在广西有刷分的这个吊车，从7.5吨准备一个月啊。所以我们也不要操心喂牛吃草料，但是夫妻下每个月投资最少要在1000块钱。没事，不辛苦啊。技术到争夺冠亚军，现在我们过得太好。今天是这边的一个月花100块钱，也是一个奖。这边是举行3天的斗牛比赛嘛，今天是第3天了啊。今天这边贵州的温度是5-6度吧，好像这边温度降温有点快，降得有点低，就有点冷啊。对对对，那个奋斗，下一架应该就是那个小砍刀牛王和那个小火种牛王了吧，应该是。怎么算赢？就是打跑另外一头就赢了，是吧？然后另外一头跑了，谁不跑谁就赢了。现在头上有一头牛是吧？他也在这里看比赛呢，是吧？我们东家来讲，赵文松的牛是我们东家目前以来是卖出最高价的牛，曾经卖出19万斤的牛，相当于实际上就是40多万的牛。通过他这个牛，带领了我们大家这个爱好者，包括我在内，受他的影响。包括以及东家以来包括我们独步的金兄弟他们，我都受他们影响的，我上头的实际的进入五分钟啊。对，不想放下这两头牛，现在时间已进入了5分钟啊，5分半就开始叫响。我们叫这个兄弟不是给你安排啊，还叫你们想叫啊。
等六分钟哈，六分钟。好，被点住了。稍微等一下，好简单啊。好久了，双方屈膝。